欢迎收看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大家好，我是综艺天王吴宗宪。大家好，我是蝴蝶姐姐。宪哥啊，那他觉得刚刚的歌曲很耳熟。很耳熟，听你这么一说，我们今天是主持人也少一位啊。这样一说好像也是哎，难怪觉得旁边空空的。想想看啊，这样好了，既然我们想不到的话，我们就来问问看台下观众好了。好，那赶快去问。有没有台下的观众可以告诉我们两位无知的主持人，我们少了哪一位主持人呢？有没有可以知道？没错，就是刘海兰阿雅。说到我们家阿雅，我知道，我知道，她毕业于华冈艺校戏剧科，她是以我猜外景主持人身份出道的哦。对啊，而且你知道吗？2018年的时候夺得了最佳综艺类组。节目主持人奖对，他不止主持厉害，在音乐方面也有所成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串冰进行曲》啊，也是红遍两岸，那成为大家朗朗上口的歌曲。但是你知道吗？他没有因此停下学习的脚步哦，他进而跑到美国去进修表演艺术，终于暌违15年，重返演艺圈，因此被大家誉为。新一代综艺天后，叫我们看一段 VCR。
欢主持哦。真的，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废话这么多，我怕相信观众观众也看不下去。我觉得不如我们就掌声欢迎刘汉雅刘老师以及陈文倩陈老师。嗨，大家好，同学们你们好，开心。今天是刘文倩姐带我来这里变年轻。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一直在想我今天要穿什么，本来是想要穿的西装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后来还是选择这样，因为我想要打入你们的世界。你们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台下的同学觉得阿雅比你们老的，请举手。举手了，举手了。没有老。没有，我今天看到你就觉得不是很开心。他说他是你们的 double age， 对不对？你们有人十八岁吗？有人十八岁吗？十八岁的举手。十八岁的举手，手举高一点。十八岁需要害羞吗？是八十一岁的才需要害羞吗？十八岁 ，OK。阿雅是你们的 double age， 我是你们的 same age。阿雅出道是跟你这个年代，对，差不多就是那个华冈艺校毕业之后就开始主持，开始主持。嗯，第一个主持的节目是我猜吗？第一个主持的节目，我其实还蛮励志的，因为我猜开播的时候是那个大小 S 还有龙少华一起主持，然后那时候就是镜头有 take 到观众，我就是出现在观众席，然后后来呢就从外景开始，然后到最后呢就扶正就主持我猜，所以差不多就是从十八岁的时候开始主持外景。嗯，开始主持外景啊。然后你原来在华冈艺校的时候，你的同学有谁啊？我的同学就是有大小 S， 还有大饼吴佩慈，然后学长的话就是林志颖，学姐的话就是吴天心，可能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对，好，但是他后来慢慢人生也跟大家走出不太一样的路。台上台下，其实我想各位同学们其实可以慢慢来体会一个人的人生。我们坐下来讲好好好好，可以躺着吗？不好啊，你可以躺这里，躺这边。然后，如果你说你要躺下来，你觉得小 S 会说什么？他应该会跟我一起躺，不然就是会踩在我身上。对，好，记着。今天的题目，走出。豆点爱，这不是我写的题目，是阿雅写的。我们先从你们刚出生的时候的阿雅开始说起。阿雅她主持我们刚刚讲的节目《慢慢扶正》，但她在台湾大红了，是从一个很搞笑的一首歌，就是《跨边进行曲》啊，红豆，大红豆。刚才那个两位就是在招待我们的同学，然后在后台，然后因为文倩姐说，哎，我们刚刚提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带动同学们一起跳一下什么的，然后我就说跟后台两位同学说，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跳？然后那个男生说，哦，真的哦，我那个我幼稚园的时候常听那首歌，我那时候其实很想要反击他，我说我出道的时候也是幼稚园，好吗？好，今天带大家，现在里面有老有少。有老也是一起跳。你们有听过我那首歌吗？真的假的？好感动哦！好，来来来，我现在很想好奇一下，我想当你这么多年还记得这个唱片吗？当然啊。OK please. OK. 我是不给你跳的了，我有困难的。我想红豆。因为我们今天要走出爱嘛，然后其实呢，《跨边进行曲》是我的成名曲，但是它的成名的这个。怎么说啊，也是蛮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跟环球唱片已经把一张专辑全部都录好了，然后所以错冰呢其实是不在这张专辑里头的一首歌，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很吃苦耐劳，那个时候就是校园演唱会是特别在台湾很轰动，所以我经常要去不同的地方主持校园，那因为很多大牌的艺人呢
呢都在赶通告，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比如说梁咏琪，他可能卡在别的学校，然后我常常一个人就要在台上呢撑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身上可以送的什么项链、戒指，都跟同学们玩游戏都送掉了。所以我就想说，到底还可以玩什么？那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吃刨冰，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发明了一个刨冰拳，就会找同学上来跟我一起跳刨冰拳。然后就后来我就上了那个时候很红的超级星期天小燕姐的节目，然后小燕姐就说，我听说你在校园有一个什么刨冰拳很红。我说对啊，我们来红豆。然后就跳起来之后呢，那集播出收视率就很高，然后那个环球唱片就说，哎，那既然那首歌好像还也不是一首歌啦，就是我们就把它录一录吧。整个歌曲录完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但是那首歌就变成是那张专辑让它大卖的一首歌。所以呢，走出爱可以，因为文倩姐叫我从18岁开始讲，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一定要做你们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要把它坚持下去。因为呢，我爱刨冰，然后有了这首歌，然后才有了之后的阿雅。那你现在有办法拿麦克风看吗？还是你需要那个？我需要那两位同学，就幼稚园看我的，后面那两位可以是来到台上跟我一起吗？上来，刚才说你们幼稚园的那个，上来啊！哼，你们从幼稚园开始看，我想你们应该也是跳得不错的吧？来了，上来喝的。但是他的那个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疯狂，把你内在的那种 happy 跟疯狂释放出来，然后手部动作就是啊，大家都要一起啊，好，那大家一起好了，好，大家一起，谢谢文倩姐啊，好久没有跟大家一起，而且那个校长也很谢谢他今天没有来。哎，同学们，你们还不站起来是什么意思？不给阿雅姐姐面子？啊，不，阿雅阿姨，啊，不，阿雅姐姐好。哎，你们要知道，现在就算出很高的价钱找我的商业活动，我也不跳这首歌了。真的，因为今天跳真的是，除非有今天像今天这样特殊的场合。好了，那我们先来做，就是分解动作，刨冰也有分解动作。首先是手部的，来。手刀大家都会哈，这位同学要一起啊！手刀大家都会，来，先这样走，一、二、三、四，来横串，二、三、四，往下串，3、2、3、4，手部就这样，很简单吧？然后呢，头就是这样，1、2、3、4，好，2、2、3、4，然后他在我旁边发出哦。对，你就低头族的要常做这些动作。然后呢，脚很简单，就是这样，1、2、3、4，二。同学们，你们是腿是不会动吗？还是怎么没有跳呢？好，但是最难的是什么？最难是要把手跟头跟脚把它合在一起，好吗？那我们先试一下动作如何？好，来，预备，开始。你们那时候，我帮你们回忆一下，毕竟是幼稚园的回忆了嘛。歌词呢是红豆，
头。唰唰唰唰唰唰，你要加什么料？重点在于抢拍，重点是在于那个第二次的红豆梅和抢拍的 feel， 好吗？那我们现在配合的动作再来一次了哈 ，one two three go， 红豆，大红豆，芋头，唰唰唰唰唰唰，你要加什么料？朋友聊天，然后有一些女人呢总是会特别吸引我。什么样的女人呢？就是当你跟她聊天的时候，就像跟文倩姐聊天，你会觉得你吸收学习了很多，然后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那我后来就发觉，其实这些女人呢都是特别有修养的。那再进一步，我就在想说，修养两个字，你看，一个是修，一个是养，所以呢他就是需要透过一些方法或者是要养成的一种气质，他不会说一步到位的。那可能就是因为从这边开始，我就会开始自己的慢慢训练自己的修养。但是有了修养之后，你还是可以红豆啊。对，真的啊，真的。你有你后来嫁人吗？嗯啊，你先生可以说吧，你先生是一个仁波切嘛，他看到你跳红豆 ，What is his opinion？ 他的意见是什么？哇哦！哇哦！对，我先生他是一位仁波切，可是呢，其实我觉得啊、我想不管是一个好的仁波切或好的牧师啊、或者是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好的人嘛。嗯，就是一个好的人。但他看到你这样，他也觉得哇，他不会跟你一起跳嘛，对不对？他不会跟你说你这个抢拍就是人生过度匆促，是一个错误的方法。他不会跟你讲这个。不会，他看起来还是蛮 enjoy 的。OK， 我坐下来了。今天我找阿雅来呢，其实他一步一步走过来，华冈艺校，当然他刚刚讲了很多他的同学，同学里头有大小。就已经往生了大病。好，那华冈艺校基本上那一群年轻人，他们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头，在他们在读书的时刻，如果他的父母亲从很一般社会的功利来看，他们是一群被放弃的小孩，可以这样说吗？可是他到了华冈艺校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的校长是好棒的校长，给他们很多爱的校长，给他们很多空间的校长。我后来听到好几个人，包括被称之为台湾 acapella 之父的赖嘉庆。赖嘉庆呢，他在台湾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天才，他根本家里很穷，是一个夜市里头摆摊贩的人，但是他就对音乐充满了渴望。那他们只能够给他两个月的钱去学雅马哈那种拜尔。他就无师自通到什么程度，后来呢他就开始逃家，因为他在学校的教育体系里头他很不适应，不适应之后呢，他就那时候台湾有那个所谓的三温暖，他就去睡在三温暖，洗完澡他就睡在三温暖中间的那个板子上面，这样就不用付旅馆费用，他就逃家。那可是总需要生活费啊，
那他大概那时候大概14岁左右开始带孩子会长胡子，他就把自己的胡子长出来，然后就冒充一个在音乐界里头蛮有名的教钢琴的叫戴老师，他就去骗在台北永和那个地方的一个山雅马哈的老板娘，说他就是那个戴老师，他声音已经很低沉了，那个老板娘就被他骗了，他当时只有国中3年级，然后他就每天在那里，他有能力教，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可以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完全无师自通到这个程度。然后他为了要哄他的学生，他可以假设后面是钢琴，他可以这样弹 Phantom of the Opera， 他只要听过一次的音乐，他就可以自己这样弹得非常好的。那赖嘉庆呢，就在这个状况里头，到了国中3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在那边教钢琴的时候，发现他妈跟警察，他就知道他要穿帮了，他就赶快溜掉跑掉，那个老板娘他再也没有见到。直到前几年有一次参加音响大展，远远的看那个老板娘从那里走过来，他想接下来完了，那老板娘就带着他说，你骗了我这么多年，我这一生都是在想我怎么会被一个14岁的小孩子骗到这个程度这样子。他就听到那个样子，那时候呢他已经是18岁，所以他觉得他被他骂到，因为他那时候居然已经在台南艺术学院里头当讲师，你知道吗？所以他就被骂骂骂，他旁边有学生，大家就觉得他看起来这个人君子，反正那个老板娘看起来像个疯婆子，是吧？世上的老板娘骂他的所有话都是真的。那后来他又考到了当时称之为叫做艺专的学音乐系，因为他的音乐天才太好了，他就考上去了。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进去看他的音乐老师，他想说哈，这程度那么差，给他教完了我们就完蛋，所以他又被退学了。结果之后搞来搞去，他就去念了华冈艺校。他是在华冈艺校里头所有的教育体系里头，他唯一好好上课毕业的人。为什么？因为那个校长一开始就看出他是个天才，所以就容许他不来上课，不做什么事情，只要他好好的发挥他的音乐天分。所以刚才我一说，从有些人的父母观点来说，你去念华冈艺校，感觉你像是个被放弃的小孩，哎呀，就不中。因为他在华冈艺校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样对吗？对，其实我小学5、6年级，应该是5年级就已经立定志向，我要考华冈艺校。所以虽然就是那个时候大家会有说艺术学校是学电啊什么的，但是因为我小时候非常的害羞，都非常的不敢跟别人交流跟说话。然后一直到我在表演当中找到乐趣之后，我就立定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要做明星，但我就想说我要做一个站在舞台上可以打动观众的表演的人。然后所以我就读了华冈艺校。那我其实特别，就老师不好意思啊，我相信亚洲大学不是这样的，但是我特别呢就不认同用分数来去断定一个人的灵魂，因为我觉得会读书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呢并不代表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只能用分数来去证明自己。然后我有一次感触特别深，就是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我的国中同学，因为我确实是读书，我不爱读书，然后我喜欢看书，但我不喜欢你逼着我一定要去考试啊什么的。然后我国中的时候就是 B 段班嘛，现在还有分 A、B 段班吗？反正 anyway B 段班就是被老师还有很多家长认为是放弃的孩子。然后后来我工作之后有一次看新闻，看到我的国中同学就是在那个社会新闻上，因为他改造枪支然后被警察抓起来，然后那个新闻的注解跟报道就是说这个人他改造的枪支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说那个警察都叹为观止，说比国外的一些犯罪组织要改造的枪支都很厉害。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心里面就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我的同学他非常的聪明，他的本质也不坏，但是因为当学校跟那个氛围已经给你判了一个你就是一个被放弃的孩子，你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的时候，人的性格很容易就会走偏。所以今天来这边也是跟大家说，
你不用读书啦，不是啦，没有了，就是说，当然该，我觉得呢，如果真的不爱读书，不用勉强自己，但是呢，把该做的做到，这是培养一种责任。但除了把这该做的做到之外，就尽情的往你们的兴趣去发展，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我突然开始同情被你生的小孩，如果你这样子跟他讲话，他到底应该听哪一代？你都不用读书了，还是听？没有，我非常不想要我的孩子变成一个很爱，就是说怎么讲，一直要考书考试啊，然后一直就是像那种啃书虫的人。但如果他真的要变那样，我也会非常支持他。只是我真的觉得他的分数高不高，就对我来说不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里头其实有几个过程，就是说我们社会有一种社会既定的体系去衡量一个人。那你的父母在爱你，他也常常就是用社会的体系在看他的小孩。可是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找到自我，肯定自我，然后而且你会觉得说我在表演里头找到了我的乐趣，我就要考华冈艺校。那你又怎么说服你的爸爸是一个军人嘛，对不对？嗯，今天时间够吗？我觉得文倩姐问到的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到一个核心，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去证明说自己选的这条路就是对的。这是我从我五年级，然后一直到上华冈艺校，到我毕业之后开始工作，我觉得我是用我自己的人生来去证明我选的路是对的。那一开始的时候，在考华冈艺校的时候，其实我妈妈是非常反对的，因为学费很高，然后我们家也不是特别有钱，然后但是因为还好我爸爸反而很支持，因为他知道这真的是我的心所属，我所向往的，我想要学表演。我觉得有一个方式是可以让父母能够慢慢的，我不敢说一下子就会支持，但是慢慢的可以支持你在做的事，就是你首先要爱自己，然后呢要把自己给照顾好。如果比如说父母就觉得你就是连个吃啊，连个那个什么，就是这种生活习惯都没办法搞好，你还谈什么你想要做什么？那你就从那个小小的地方开始去做改变，然后让爸爸妈妈知道说你为了你爱的事情你是能够承担起爱自己跟照顾自己的这样的责任。那我觉得父母其实他最终希望孩子的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然后快乐嘛。所以我是慢慢的用了一段时间让我的父母知道我在走的路是我很坚定想要选的路，而且你证明自己不会学坏。对对对，台下你的好朋友大小，但是偶尔的疯狂还是要的，不要跟我爸妈说。我们先来谈，你还有个好朋友叫范晓萱嘛，对不对？ OK， 好，先来谈一下你的好朋友大小 S， 大家都很熟哈。嗯，我大概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当时做一个什么鬼节目啊，在三立上头那个节目呢，我们就注意到这两个女的好特别，因为呢这两对姐妹花呢在那个节目上呢就两个就动不动就说，哦，我不想主持，我好累哦，我要趴下来睡觉。然后另外一个女的呢就叫小孩子，她就说你睡觉，我想去上马桶，这样子啊，就说你就会觉得她们非常的自由，然后好像很开心，然后你会觉得他有一种放纵在那里，然后最终他们可以把自己完全放开来，也成了他们在表演界里头很重要的资产哈。那当然大 S 是本来就长得很漂亮，可是她每天都在想办法要减肥，从以前就这样，对不对？然后呢小 S 那个时候在整牙，所以没有人认为她是美女嘛，对不对？那时候她只要打开牙齿，当时觉得你到底是长得怎么回事，这样子啊。所以小 S 变成后来这种身材很好啊，跳国标舞啊，然后不断的秀她的身材美女，那还是二十岁以后的事情嘛，对不对哈？但是我们其实都知道，她其实是单亲妈妈带的小孩。然后我注意到大 S 其实长得很像爸爸。那徐妈妈呢，带这两个女孩呢，几乎他们有各种的表演节目，徐妈妈都会在后面照顾啊。那康熙来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通常他们这种台湾以前台湾的一些节目刚开始我们都会变成前几集的牺牲大的来宾，因为他就会希望说啊，先找几个有些有分量的就是有些人来，
把他的节目呢先炒起来哈。然后他们第一集我很记得，他们找的是李敖。然后你们不要觉得我太光荣哈，我是第二集的来宾哈。但是我们都没有使那个节目大红。然后我们去录影的时候，我就记得徐妈妈坐在后面，然后徐妈妈就成了那个节目里头从我大我大讲笑话的对象，不断的嘲笑她妈妈这样。第三集呢，他们的节目就大红了，因为在我后面的来宾叫做许纯美，然后第四集的来宾叫做柯四海，第五集就许纯美加柯四海，就可见他们就是食髓知味就对了。那许纯美呢，因为看到我在前面录影，那许纯美在那边化妆，他就坐在那边，他谁啊？一说我是谁，凭什么在他前面录影这样子啊？然后蔡康永就很害怕，跟小四说，他会连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啊。然后他进来以后，他就说谁是主持人啊？果然就是如此，果然就是如此啊。但是，这个是我们看到小 S， 或者是说看到许妈妈的，看到一些小的一些景象。然后小 S 就说，我妈今天不是陪我来，她是来看偶像，她就这样嘲笑许妈妈。那我记得深刻的就是说，他们跟妈妈的感情很好。那爸爸跟他们是分开来的嘛，哈。可是他爸爸大儿子很像爸爸，爸爸往生的时候，徐家姐妹都在爸爸的丧礼里头，而且在爸爸晚年都把他照顾得很好。所以我想，你从小跟他们一起长大，你看的这些人其实是 nobody 的时刻，也看了他们曾经爱他的妈妈怎么处理自己的家人之间的感情。以至于使他们后来长大的时候，不管在他们自己人生的家庭里，不管在他演艺事业里头遇到瓶颈，不是被外界攻击的时刻，他都变成他的 EQ 的养分，谈一下，包括你自己，好吗？ Okay。 我觉得其实不管哪一个方面，亲情也好，友情也好，爱情也好，很多的时候都是从各位现在这样的年龄，然后慢慢慢慢会去有所体会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你们非常的幸运，因为听我们这些过来人啊跟你们说说，来泡杯茶就是来分享一下。我想可能如果今天也许在这个讲座当中有一两句话被你们记住了，我相信这些话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会发芽，然后长成一棵大树。其实你们看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大小 S 啊，或者是现在可能你们觉得非常红的偶像，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在荧光幕上，所以很多事情被大家拿来讨论。但是我想跟各行各业很成功的人一样，你看到，我常跟我的同事说，你看现在最红的，你觉得最红的是谁啊？现在最红的是谁 ？Hello， 有人吗？现在最红的是谁？王倩。那种老少讲的答案会不同。柳州大学学生们心目中没有偶像的吗？你们最喜欢的是谁哈？他们最喜欢谁？你们最喜欢五月天阿信吗？阿信对你们也老吧？而且讲到阿信的时候，看见他说啊、哦，他们还可以。OK。Anyway， 你们看到那些最红的，但我跟我朋友讲，你看那个 Lady Gaga 好了，就是其实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容易。就是也许他你们看到说哇好炫哦，穿得好酷，然后站在舞台上表演好爽，可是你想看他那个造型，包括我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什么的，就是其实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我也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我张开眼睛会不晓得自己在哪里，就是因为每一个城市这样跑，然后住不一样的饭店，起来的时候觉得我在哪里。就是其实这些人的成功的背后都是有他非常辛苦的地方，那些辛苦如果你内心没有一个养分在支撑的话，它是水不是茶，你要茶来干嘛变成水啊？算了，我们心中有茶喝起来就是茶，不折磨你了。他并不断的搞笑，他好倒霉，说了句幼稚园看台了，不要对老女人讲错话。
知道下场的，学习慢慢管了。看，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些辛苦，如果你内心没有一个很好的爱，或者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情感在支撑的话，我觉得再大的成功也没有办法带给你满足感跟快乐。所以刚才文倩姐讲到，就是跟家人啊，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小 S 跟大 S 让我最喜欢的地方，也是他们有所变有所不变。有所变就是在你的工作当中，你随时要做调整。就刚刚文倩姐有说，小 S 从她的龅牙，然后到她后来跟时尚，变成一个时尚的 icon， 其实这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辛苦的。然后她自己要做很多的调整、学习跟改变。但是那个不变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是大家最爱她的地方，就是她永远是一个小女生。然后私底下她不像在电视上那么的，怎么说啊，就讲话这么的叽歪。但是呢，但是她是非常有幽默感的。那个东西从我们高中到现在都没有变。还有就是对家人的这种支持跟不计较，这个东西也从来没有变，反而是随着时间越来越坚定，就是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从你们，不要一直说你们我们啦，反正就是说，这些东西反而会变成你成功事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撑。就比如说你现在决定说我要当一个够义气的朋友，那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的义气常常是用在错的地方。也许有时候朋友明明不对了，你还硬要挺，你就觉得这是义气。但是这义气其实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只是它是需要经过时间跟一些经验来善用这个义气。因为呢，当你真正长大的时候，在工作上的时候，你有一些忠诚的朋友的支持，那对你的工作会有极大的一个帮助。当然不是为了这个所以你才要去变成一个很有义气很忠诚的朋友，而是这些情感的力量。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讲走出爱，就是现在可能是一点点，但你一直继续下去说，对，我就是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或我就是要做一个够朋友的人，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而他经过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好，然后他终究可以成就到你的人生。我刚才问你的问题是，你怎么样在那样的一个被放在 B 段班，然后你找到了自我渴望的东西，然后开始懂得肯定自己。因为一个不肯定自己的时候，你站在舞台上你是没办法说服别人，对不对？好，我下一个问题问你是说，好，那当你开始成名的时候，你本来以为当你很爱这个世界，然后你也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很可爱的，在回应你，然后你的擦边、你的红豆体操广受欢迎。那个时候其实很自然的，当你得到很多掌声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很想拥抱这个世界，而且你看到都是世界比较美好的东西。那我记得曾经没有多久之后，台湾跑出一个可怕的媒体叫《一周刊》，然后这个《一周刊》在台湾的出现，跟苹果日报，它造成了几个效应，其中有一个效应就是到今天为止都成为台湾重要的文化之一，就是趴粉文化。而且不管是否真相是什么，那只要我可以攻击一些成名的或是有一点的东西的人，不管真假，我就觉得我非常爽啊。那后来就大家开始有一个叫爆料，现在还有一个自媒体叫做爆料公社，然后每一个台湾的传播媒体就是有一个叫爆料专线这样啊。那我就觉得在我小时候是没有这么粗俗的文化，也没有这种粗俗的文字，可是它就彻底的改变了台湾。那我记得那时候《一周刊》刚开始没有多久之后，就用阿雅他们这群人做封面，就说他们在北投，我们记错，在北投，有记对哈？还记得蛮清楚的嘛。对对，我的问题是我的记忆力不太好，所以人生不会太快乐。就是你们在北投的时候有一群人的 party， 他就把你们拍了照片，然后他们就爬上山去，爬到树上去，然后爬到树里头，他也不觉得说这群人很快乐的在享受他们的 party， 就是他们的隐私权，就是他们是明星，你也没有权利这样侵犯他们，除非他们做了什么错事。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说你们吸毒嘛，是不是 ？OK， 好。那一刻还有开心派对，开心派对啊，对对对，啊，说你们吸毒，听起来是不是好刺激啊？就是吸毒，
气派对，然后这些小女孩当时的年龄都20出头而已，然后刚刚红出来，也没有真，也不是后来的康熙来时候的小 S 的状况。那你面对那种她这样子封面故事，当时她一卖在台湾就卖20几万本，那你们那一期因为封面故事是你们又卖得特别好，那各大电视台在那个时刻最没出息的是那个礼拜三就是买一周刊，然后一周刊有时候也不见得报道全然都错，可是他很多时候的报道是全然都错的，然后所有的媒体根本也不管什么的，就直接因为这几个人太有讨论价值，他就全部都刊登，那其实是一种很可怕的社会集体的霸凌，然后看的人觉得有乐趣，然后报道人觉得还有收视率，然后这个卖周刊的人觉得我口袋可以赚钱，那个记者觉得他会被老板奖赏，那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那是才20出头哎。其实我觉得拍到照片不是问题，是他下笔的方式还真的是蛮狠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其实我很少就是你有机会这样子聊，其实我现在还是要谢谢这一段经历。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其实自己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害怕，因为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记得那一阵子就是不管走到哪里，我真的不夸张，就是大概有100只的麦克风全部是围过来，而且我那时候还是在我专辑的宣传期的期间，然后媒体也说对我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因为小 S 一直让人觉得是我行我素，然后小轩一直是走那种艺术风格，然后我是阿雅姐姐，然后就是你知道去不同的小学带大家跳那个健康就是早操啊什么的，然后一下阿雅姐姐，阿雅姐姐吸毒，阿雅姐姐开心派对，你知道那种感觉，还是可能让大家觉得反差很大。然后也像文倩姐说的，在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在乎真相呢？其实我想那时候大家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群众的那种看热闹的心态已经完全淹没了所谓的真相。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不晓得是哪里放的消息，反正就是从那本杂志开始，后面就是新闻不是都跑字吗？跑字说接下来会公布什么性爱的画面啊，什么什么的，都讲得非常的难听。那我自己是在那个派对里头，我知道不可能有那些画面，那事实后也证明后来没有那些画面，但是你那个时候你怎么去跟人家说真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在等，然后大家都觉得哇好刺激。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因为那个拍照拍他没有拍得很清楚，他是每天早上去搭捷运上班，他说他那个杂志出来之后他隔天去搭捷运，他说真的不夸张，捷运上每一个人都拿了一本那个杂志在看，然后他还听到有一对那个学生在讨论说，哦这是阿雅男朋友哎，他好肥哦然后他本人就站在旁边。那其实我也挺感谢他的，我跟这个男朋友后来我们分开，但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很好的朋友。可能因为我们也是一起经历了那一段冲击这么大的一段时间，那我觉得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就是当全世界的人，至少是我那个时候的全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是那样看你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看你自己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我男朋友，我们还是尽量把日子就是过着一个平常的日子，因为你再怎么再多的解释，即便你内心其实你看我是这样子，我内心还是三从四德，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女生，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内心有很多的呐喊，但不论我怎么呐喊我都抵挡不了八卦舆论的力量，所以我就选择了沉默，然后呢把日子回归到最简单。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跟我那个男朋友，我们还去就是诚品啊什么的，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女生跟她一个外国的男朋友，然后那个女生一看到我本来这样，然后一看到就觉得哇，有一个你知道找到了一个可以很好说的一个八卦题材，然后立刻跑到她外国男朋友那边，然后她外国男朋友正在试听音乐，然后她就带起了跟她男朋友一起试听音乐，然后一边其实是想要讲那个八卦，可是她讲的我们都完全听到，因为她讲的超大声的，她是用英文讲的，她说哎，那个女生就是跟男人在床上被拍到的，
所以呢，然后我跟我男朋友就走过去，就跟他讲说：“嘿，你其实说得很大声，我们都听到了。”那我那时候其实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有一种幽默的态度，我就跟我那时候男朋友开玩笑说：“哎，你看我们多厉害啊！以后长大的时候还可以跟我们小孩看说，你不要跟我玩什么把戏，老娘啊，年轻的时候上过八卦杂志封面哎。”这也是一个人生一个很特别的经历，说多少人可以上过八卦杂志封面，对不对？而且还是销量很好的。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要回归到自己，就是 OK， 如果大众觉得我的形象玩得太疯狂，好，那我以后就少开一点 party， 不过跟朋友聚会就是开心这件事情我是不可能舍弃掉的。但是另外就是我就真的没有做什么对不起自己跟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何必要害怕呢？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是要做到真的很难，就是没有恐惧，然后很舒服的做自己。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越回归到真实的自己，然后你越能够淡定的时候，你越不容易，别人越可以感受到你不是那样的人，那是我唯一能做的。所以我还是很感谢那样的经历。第一个，他帮我学到怎么样在危机的状况里头要去处理一个危机的状况；第二个就是他让我知道，当全世界的人都那么看你的时候，并不代表那个就是你，你还是要很坚定的做你自己。而当你坚定的做你自己的时候，时间会帮你走出一条你自己走出的路。大概是那个意思，你们可以来给他一个掌声吧。我刚才是有一个爸爸说，那时候你才二十几岁。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异国婚姻，然后他当时呢，就是为了逃离他的原生的家庭，所以就很短时间里头见了四五次面，就因为这个原因就嫁到欧洲去了。那他先生呢是欧洲的某一个国家的律师啊，所以你将来考虑要结婚的对象如果是律师，你要重新考量一下。我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 ，OK 啊。那这个律师呢，后来跟他婚姻破裂了之后，你就可以想象，他用尽一切方法，双方这样告过来告过去，然后，但是他就咬住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想让他的女儿受伤，所以这几年他过得非常不好。越来越憔悴啊，很多各种不同的问题，然后最近他慢慢找到力量，然后他甚至在曾经他是一个很好的文学家，他就说他那时候一直在找什么是正确的描述字眼，因为他的女儿也被他的爸爸说服说你的妈妈是个很糟的女人啊，那他就想说如果一个父母亲抛弃小孩，这个是有名字的，叫做弃养。那如果小孩抛弃他的妈妈，有没有一个 friend， 有没有一个文字可以形容这个东西？他想了好久。那他个人呢，会法文，会德文，英文非常好，会日文，会当然会中文。他想尽各种语言，就想不出来有哪一个文字，哪一个国家的文化里头可以形容一个小孩抛弃他的妈妈，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对他的煎熬。后来由于他的各种不同的努力角色，给他女儿写信干什么，他女儿后来也就逃离了他的爸爸。那他的爸爸呢再结婚，然后之后又再离婚，离婚的理由是因为他再婚的那个老婆呢发现他写了一个叫做完美杀妻手册。然后呢，你看这个故事多么像一个电影，对不对？哈，那他就居然就这个女孩子是一个专门在做影展策展的，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说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电影，这个不是应该是属于那种属于那种很恐怖的这个悬疑片的一个电影情节，是戏剧考克吗？它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好，我讲这个故事的理由是他现在跟他的先生仍然在官司当中。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同学讲这句话？因为你们的年龄刚好是我现在要说的年龄，就十八到二十几岁，他的小孩就是差不多这个年龄。然后他就觉得他的先生前夫到现在还在窃听他和他女儿的
电话，就是用尽各种方法，他不晓得他该怎么办，但他不想跟他的女儿说他爸爸的坏话，因为他就抓住了一点，当一个小孩恨他的父亲跟宠坏他的父亲的时候，受伤最重的是他的小孩。可是他就变成这件事情就变成一直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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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次他回来台湾的时刻，他跟他当年从中国大陆逃难到台湾来的爸爸讲的这个事，他们父母父女感情没有特别好啊，但是他谈起这件事，后来他把他转述给我听，我说这种事你要听你爸爸，因为你爸爸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因为为了要去读书离开了家里，就一离开之后呢，整个中国战乱以后，他连他的堂兄都抛弃了他，他无家可归，像乞丐一样，最后就跟着人来了台湾，只有十五岁。然后在这种人生想办法以后，就虚报他的年龄，就去当兵。然后当了兵以后呢，就是用尽各种方法生存下来。我说这种人，他了解怎么应付最困难的人生。他给他的女儿的建议，仔细听我刚才跟阿雅的对话，我现在想要传递的讯息。然后他告诉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爸爸。他就说，你的女儿今年二十岁，你要让她的人生痛一次，因为她将来的人生会遇到很多痛的事情，而二十岁的她可以接受痛，这不是七岁八岁十岁，如果她等到四五十岁才来痛，像现在这个年龄你就会崩溃，真的痛吗？好疼啊。所以我刚才就是回应阿雅讲，就说人生在二十岁在你这个年龄哭痛过，其实是长大的一个养分。真的，因为你知道后来就我也交了一些朋友，然后有时候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年纪也是比我长，然后他打给我，然后他声音非常非常郁闷，就是我真的不行。然后我就非常紧张，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隔壁邻居说我坏话，他凭什么说我坏话？然后我就说 Come on， 隔壁邻居说你坏话，你为什么要这么痛彻心扉呢？就是这个人他跟你人生跟你正在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一般的人三言两语，就是你知道讲一些是非是人的一种天性，但是你不用被这些是非带着跑。我最近有一个朋友，我非常欣赏他，然后他跟我讲一个话，我也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我们一天就24小时，你要把这24小时留给你值得的人的身上。如果你关于邻居讲你一些是非，然后你都气到不行，然后你整天就是很不足，就是觉得说就是被这件事情给影响，我觉得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成功都很不容易，因为你根本没有把重点放在对的地方。所以那一次的痛其实真的对我后来的影响就非常好。所以不完全是你们后来是有打官司吗？对啊，对，反正你知道就是那个新闻出来的时候非常非常大，后来可能官司赢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一个邮票大小的新闻吧。然后也没有什么媒体在还你公道，所以人生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想要求公道，公道在你自己的心里，对不对？然后不要在乎那些对你人生不重要的人，他对你的指指点点，因为那是他的人性。他现在在对你的指指点点，过十年他自己都忘记了，是你自己。他不用十年，他有隔天看到另外一个邻居的是非，他又要讲另外一个邻居，他就忘记了。所以根本不要花时间在那些对你人生没有意义的事。第二，你人生真的碰到了低谷的时刻，如果在你的年龄，不管是在经济上，在工作上，在人生社会上的历练，哪怕在亲情或是爱情上，我觉得它是一堂很好的课程。所以我觉得人最好二十几岁就失恋过，你们现在爱情很顺利的人要小心哦，人最好二十几岁就失恋过，然后这样就会越来越成熟。如果人到四五十岁才失恋，那会很惨，因为他就没有什么能力应付。你同意吗？完全同意。我觉得我之前在也是看书上写一句话，对我帮助很大。他说在30岁之前，你不要想说要什么原则，真的不用想，就是尽情的去尝试，尽情的去经验。原则是从你的经验自然而然
体现出来的。所以30岁之后，你这个人怎么做事或干嘛，你会自己会有一个你自己的原则。所以现在不要给自己设太多的门槛，我觉得应该要尽量的去尝试。阿雅的一个很大的特征是，她的同辈有很多朋友，像吴佩慈也很可爱啊，大家都很不错。小轩后来变成一个很棒的创作者啊。那范晓萱跟阿雅当时出唱片的时候，我刚好在一家唱片公司做总经理，那时候我大概待了8个月左右。他们两个对台湾的唱片界有一个重大的贡献，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湾会买唱片的人，当时的唱片呢，都还是卡带。然后呢，少数是 CD， 只有日本是 100% 都是 CD 啊，那大部分都是卡带。那台湾还没有那么有钱到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 CD player， 那个时候 OK， 那 CD player 那时候的价格也高，那大家就还在用 cassette 的时候就卡带。他跟范晓萱最大的贡献是，他们让买音乐的人年龄大幅下降，到了幼稚园的阶段啊，就是说我们平常就是会认为说会去买卡带或者会去买 CD 的人，大概就是高中以上，然后最大的年龄层是大学刚刚毕业的那一段时间，就22岁到30岁，过了30岁的人就不买音乐了，然后呢会买音乐的人大概就是大概这个年龄。就阿雅跟范晓萱一出来的时候，就让唱片的买卖的年龄啊，就买唱片的年龄呢，就突然跑出到幼稚园去，然后幼稚园就逼迫他爸妈去买嘛，对不对？对，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有一个妈妈回来很疯狂跟我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女儿每一天都跳你的歌哎。”然后我就问她说：“是哦，你女儿几岁？”她说：“6个月。”我们心想这个妈妈也太夸张了。跳我的歌，我就想象一个婴儿在那个婴儿床上那样，而且刚才我们都还学不会这样帅这样 OK。但是我后来在看到阿雅的时候，我有一点说不太出话出来，因为我就看到她活出和她的小时候一起的玩伴们很不一样的样子。就阿雅当然是长得很可爱，然后讨人喜欢，可是她突然有一种很特殊的雅，就像她的名字啊。这个叫阿雅，是有一天我到两厅院的戏剧厅里头去，然后他们在后面排一个舞台剧，那次演的是那夜我们说相声，赖声川老师，赖声川老师的那个戏。然后你知道排戏跟演戏跟做明星是很不一样的，第一个你的观众是很特定的那种表演剧场的，我们称之为叫小众啊，比起你在电视上做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或者说康熙来了，或者说你去一个大的演唱会，他称为之为叫小众。第二，你是同一段台词不断的表演，不断的改变，然后你要学很多body language，很多肢体语言，对，也各个能力。那个排戏的过程非常非常的辛苦，跟你主持一个节目可能了不起，像张飞是最疯狂的，他可以录10个小时剪出1个小时，已经所有的人都快被他搞崩溃了啊。那这个可是他们可能练习100个小时，最终上场1个小时啊。那但是呢，阿雅却在很绚烂的所有的人都在荧光幕前的时候，选择走向表演艺术，一场一场的扎扎实实训练他自己。而且我觉得他连那个脸的面相，整个人讲话的样子都跟那个好逗很不一样，这样子。OK， 你后来就说这个东西，第一个收入也低嘛，第二得到的好处 money 不只是 money 的好处，还包括你的 popularity 啦，你受欢迎的程度啊，从很势利功利的角度来讲，那个投资报酬率是相当少的，但是你却愿意把自己转到这种表演艺术的舞台剧里头，为什么？嗯，因为要走自己，好像走音了。因为我是处女座的，你知道吗？然后呢，我真的是经历了一段找自己的过程，因为我18岁就开始出道，然后后来就唱片就大卖，然后经历了就非常浮躁的一段很红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非常忙的。然后后来我发觉呢，我不知道你们有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就是我发觉我那个时候其实很用力的，
我的表演很用力，我的笑容很用力，包括我去上什么节目，我说话都很大声。然后我再看自己那段时间的那个照片啊，我很多嘴巴都是歪的，因为我太想要笑，所以我很多照片都这样。啊，你们现在看不到，总之就是你知道，就是嘴巴是歪的。然后呢，我突然有一点感觉，那种用力的做事不是不好，它是我那段时间我很大的一股动力。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们身边有没有一种人，就是有时候你因自卑而自大，其实你用力的底下是因为你内心对自己还不够认识，有一种不自信的感觉，我就发觉到了那个东西。那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因为那种东西其实并不舒服，你只是一直想要用另外一种东西去掩盖你内在的一种不自信。所以我就想要真正的去找我那不自信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有两个选择都是让人家不太明白的。一个就是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去演了三出的舞台剧，几乎什么其他的工作都没有做。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我事业非常好的时候呢，我选择去美国游学一年多。那个也是人家都搞不明白，连我妈都非常反对。那时候最大的就是在我身边最大反对的人，一个是宪哥，另外一个就是我妈。那他们讲的也都很有道理，说哎呀，你在哪里不好学，最好学就是社会大学，你为什么不从你的工作去学，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但是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觉得我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它已经变成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真正由里而外的东西。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从18岁就开始工作，几乎没有一天真的放下工作过，连大小 S 他们都去英国游学过2个月，我可能最常请的假就是我父亲过世的那个时候，我就休息了一周，然后又再继续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要为了赚钱而赚钱，我觉得为了赚钱而赚钱我可能得到一个短暂的满足感，但是游学这件事情，你40岁之后再游学跟你30岁之前游学那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想要在我年轻的时候为自己做一些事，所以我就放下了可能当时收入很高的薪水，然后跑去游学。所以有一些东西呢不是钱可以衡量的，而是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东西是不是你自己要的。所以我建议啊，如果大家比如说你们现在每天上课，可能你的心里有一个声音是说啊，我好想去学烹饪，或者是我好想去学跳舞，我建议你就去吧，因为那是一直在你的声音。你不要变成是那种有一天你50岁的时候就说看到有一个人跳舞跳得很好，然后你跟自己讲说哎，我是很想讲脏话，但还是不要讲好，就是你知道骂一句脏话，然后说哎，以前我也是很想学啊。我觉得到了那个时候你在后悔自己没有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东西才会折磨自己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我是一个，因为我是处女座，我非常喜欢挑战自己，我非常喜欢把自己不确定跟不明白的事情搞明白。所以当时我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因为我觉得原来我内在的那种不安全不自信，它其实是影响到我的表演，它让我的表演变得只有用力。用力虽然变成是我的特色，但是我总不能靠用力。你说如果我今天出来还一直这样，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样怎么样什么什么的，那你们觉得这个40岁的女人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所以呢我就让我自己有一段离开娱乐圈保持一点距离，但是我往自己的里头去发掘的一段这样的过程。嗯，哇，还配这样哦，这个是去了好几个地方，对对对，其中去了伦敦、意大利 etc， 其中去了不丹，然后到了不丹以后，后来还是回到娱乐界，然后因为还是我最爱的工作，对，然后这个你也有得了很多奖，参加很多活动。我想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一个一个跳，好吗？下一张 ，OK， 这是你去，再下一张，去 Italy， 这样再来，伦敦，不但去很多地方，然后你开始
投去贵州看小朋友。对，贵州有很多公益的工作，然后再来。好，啊，还有这个。后来你认识了李先生，然后远距谈恋爱7年。啊，李先生是一个画家，但最重要，他是一个人父亲。他其实是很 nice 很不错的人。1965年出生在印度，然后他很特别的是，他有一本书叫《叛逆的佛陀》。我们再下一本，《叛逆的佛陀》，他在很多地方其实有很多支持者，包括梁朝伟的哈。那你当时其实是他的，本来是粉丝嘛，对不对？还是一开始就是爱人？对呀，嫁给一个人，过去是很需要勇气的。从你的圈子长，懂我意思吗？从岔边到仁波切，再有人，这什么跟什么啊？这不只是抢牌，more than 抢牌，但是也可能，我觉得是缘分吧，因为真的是没有说刻意去追求，但是我觉得我一直也是他的粉丝了。嗯嗯，因为他讲叛逆的佛陀，我就觉得他讲的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没有就是说公开我们的关系，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对宗教有一种投射，好像觉得说哦，宗教就是你不可以干嘛或者是怎样啊或者怎么样，但如果你真正研究宗教的本质的话，像基督教讲的爱，然后佛教里头讲的智慧跟慈悲其实也就是爱，其实我觉得那东西真的是超厉害的，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一读，因为它真的跟宗教两个字没有太多的关系。比如说他在讲叛逆的佛陀，他怎么样讲释迦牟尼佛，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如果在现在这个时代，他就是一个富二代，就是家里没有钱嘛，因为他是王子，然后呢但是他很叛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就是有跑车，最好的超跑，其实就是最好的马车什么的在当时都有，然后又后宫佳丽可以让他选，可是他偏偏觉得如果只有这些物质的东西不可以带给他真正的快乐，而且能够真正去帮助到别人的就是除了物质还有更多，所以他去追寻一条心里头的道路。所以就是就是这些东西如果有机会咱们还可以再聊聊，但是我不知道今天那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多少。那我喜欢他先生的有一段话，他真是很棒棒的人，最近也出了一些书籍啊。那有缘分，在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缘分里头，哎呀，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是我面临我父亲快要往生，那我也跟父亲的缘分就以后再说。但是觉得那个时刻，你会觉得你好像刚刚跟父亲接触，就要跟他告别。就阿雅居然那天突然打电话给我，我就跟他讲了说我在忙这件事，他就说我跟我先生今天晚上去帮他念念经好了，记得吗？然后就见到了他的先生，然后我后来就看他先生的著作，我把他先生的著作没有立刻带回家，我就把他放在我爸爸在家务病房旁边，一直等到他往生时候把他拿回家。那当然了，他的著作里面谈了很多各种宁静跟人生的道理，可是其实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也很多人用，那对我来说就印象深刻。他说佛法并不难，佛法就跟咖啡一样让你醒过来，这个是真的很棒的一句话。那阿雅今天特别会定一个名称叫走出爱，这个是超越宗教，跟在他人生里头很多经历以后还特别想跟大家所说的。对，因为在座有不想要被爱的吗？或有不想要爱人的吗？如果有的话请举手，因为你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世的混世魔王。我们还就救场把你给解决好了，以免你去祸害别人。没有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渴望爱跟被爱的人，然后呢我最近哦，真的有一种体会，就是我活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如果现在不是测很多的快乐指数吗？然后很多都是说，现在一般的人的快乐指数，因为我们资讯爆炸时代都不高。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快乐指数真的是
算蛮高的耶，是这样说是不是？就是那我在想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快乐？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一些懵懵懂懂的东西，现在呢慢慢被我走出来了。那走出来之后，就发觉真的自己选的是一条康庄大道。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爱。那爱这种东西听起来很笼统，可是其实它又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说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比如说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朋友，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家人，你要成为在职场上一个怎么样的员工也好，以后变成一个长官或者是上司也好，其实这一切我觉得都跟爱有关。那很多人会觉得爱会不会很没用，就是说会让人变得很在商场上或者职场上变得很软弱。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自己最近真的体会到，因为我自己让我自己变成一个有爱的人，所以我发觉我身边很多非常有能力也同时很有爱的人也都来了，所以我才想要跟青青学子们讲，我觉得走出爱这条路真的是一条康庄大道。你的意思是，我可不可以把它翻译一下，然后你看看有什么错误啊？你的意思是指说，虽然中国从过去就有一个潜规则，那这个潜规则还没有一本书叫做厚黑学啊。然后虽然我们在看历史传记，虽然我们在看非常多人他怎么致富的过程当中，他都是巧取豪夺，然后跟爱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关系。那或许他的人生也没有得到什么太多的惩罚，看起来。但是快不快乐，其实外界人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或许你永远不会像那些巧取豪夺的人如此成功。可是这一类型的人，他就不会在你的人生里头。你是一个对别人没有爱，你也不渴望爱的人，所以最终呢，你就不会找到很多很有爱的人在那个磁场里头，你们很自然就离这靠近。人生到后来，其实最重要的，我大概在亚洲大学前几个学期的时候，告诉各位。就是从过去快乐哲学教大家，人生最重要的快乐的第一个指标是友谊，甚至不是家人，是友谊。因为家人是没得选，那你的家人如果很奇怪，那你只能原谅他。但是友谊是很重要的，它是你的快乐的第一个指标。如果你凝聚的朋友都只是跟你利害关系一致的，你不会快乐。如果你邻居的朋友都是充满爱的人，然后对遇到人生的各种挫折，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状况，他都是用一切的爱，一切非常正面的力量来面对他的人生。其实那样的一个人，他如果聚集了一群朋友，身边都是如此这一类型的人生的朋友的话，他可能是最富裕的人，对，然后最快乐的，可以这样讲，你是指这个意思吗？对，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呢，我之前就也是因为我很喜欢在坐飞机的时候读各种不同的杂志，然后我之前呢反而是在一本时尚杂志里头看到，让我觉得哇，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教材。他就是把十个非常富有的企业来看看这些老板们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然后非常吃惊的发现呢，就是在这十个企业家当中呢，有好几个都是家破人亡，然后有一个呢是就是反正就是夫妻一起创业，然后到最后反正爸爸现在在监牢里，然后妈妈跟爸爸就决裂了，然后女儿闹了好几次的自杀，然后就是很惨很惨。可是那个企业真的你说出来可能大家都知道是哪一个企业，但你没有想到企业的创办人现在应该是他们可以去享受那个丰收果实的时候，但是里头怎么会变成是这么的惨。然后那个女创办人就说，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真的不想要有这些，就是她不想要选择一个这么成功的企业。所以呢，因为大家可能毕业之后接着开始就是要看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只是一面镜子去反射出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以前有一些价值观其实我是不确定的，比如说其实我以前刚入社会我就是一个好好人，但是这个好好人我也经常被欺负，就是比如说我有些事情真的干到真的是我觉得我花了很多的力气时间去投入，但是对方反而不把你当成一回事，那这个时候你伤不伤心？一定会很伤心。但是在你伤心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选择你下一次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还有你要变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要选择是变成一个非常愤怒的人，去气这个对象，然后以后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去整别人，还是你还是要维持你那个能够帮你就帮，只是呢如果这个人是不懂感恩的人，你一定不要给自己不能给的，你给自己能给的。就像我常跟我朋友讲，如果一个朋友来跟你借钱，你的闲钱可能就是100块，你借他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连100块都拿不出来，然后你的朋友跟你借钱，你拿那100块是非常的呕心沥血，就根本拿不出来，你还是给了，就你没有你还硬给，那从此之后其实你就少了一个朋友，因为只要这个朋友再出现，他不是你的朋友，他是欠你100块的人，你永远不会变成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真的把他当一个朋友看。所以呢那些曾经可能在我一直不断的给而却用很怎么说啊，就是没有照我期待的方式来回馈我的人，让我受到伤害的人，其实我都很感谢，因为他帮我学到了我给我能给的，而我不能给的我就帮自己好好的守着，那这样子当我给的时候我也给得很舒服，但至少我还是确定我是一个想要付出的人，就我没有因此就变成是一个很愤怒的人。你知道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啊不讲哪一个什么台应该还好吧，反正呢我之前在一个台里面工作，然后因为那个台换了一个新的那个长官，然后新官上任三把火，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台里头有一档节目，然后那档节目的收视率那时候是一直不断在持续上升，而且是他们历届以来同时段那个时候的收视率是最高的，然后但是呢因为新官上任三把火，所以那个长官就想要把我们那个时段换成一个他自己做的节目，然后把我们的节目突然调到一个很晚的时段，然后我们的制作团队就非常非常的挫败，然后还有其他的主持人也觉得很不合理。那因为我是里头就是资历最老的，所以我就代表我们的团队就去跟那个长官好好的谈，但是我谈的态度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就像现在这样跟大家聊天，并没有很强势，我只想要让他知道说所有的团队包括其他主持人都是对这个节目很用心，而且我们的收视率现在是往上，而且是表现很好的，没有必要换。结果呢那个长官就被我给激到了，我不知道我哪里就是得罪到他，反正他很生气，他就觉得说哎呀怎么可以这样来讲，他最后还是把那个时段给换了，然后我就请辞了那个节目。然后但是呢其实那个大概是比如说是3、4月的时候，在那个时候那个台就跟我预约，因为你知道跨年的主持人都要很早预约，要不然的话你等到靠近跨年的时候再约你就约不到主持人，所以在那之前那个台就已经跟我说哦哎呀你今年就是年底来当我们跨年的主持人，我说 OK 没有问题。那后来我就请辞这个节目，但是我口头跟这个电视台答应说我要主持这件事我都一直放在心里，然后就这样一直到了大概7、8月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内地也有几个电视台就是来约我说请我去主持跨年，但我都一直说我说我不可以，因为我已经答应了这个电视台我要去当他们的主持人。结果呢这个长官可能就心眼比较小，所以他对我就一直有所记恨吧，一直到大概9月、10月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讲说，他说哎我们不用你了，我们已经用了这个我们自己台里的主持人。那我那时候就很错愕，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要谈合约的时候，他一开始还说哦我们会给你合约，他就是故意想要把时间拖到越后，这样我主持别台的机会就越少，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意思。然后呢那如果一般情况之下应该会很生气对不对，因为就觉得哇我对你是这么重承诺，结果你
你根本就在设计我，还是在那种最尾巴的时候才把我给踢走。但是呢，我就是我也没有真的生气，因为我觉得不用跟这样的人计较。然后呢，因为那时候还有其他的电视台找我，我就请我的同事打给那个内地的电视台说，我现在时间突然空出来了，他们还需不需要？结果他们非常高兴说，好啊好啊，当然好。然后我就去主持了内地的一个电视台的跨年，结果帮那个电视台那一年在内地拿到了第一名的收视，然后完全打开了我一片市场。所以你知道，我后来反而很感谢这个人，因为他使的这个小手段，但其实他最后是帮了我打开了一片天。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在职场上或者是在你做事的时候会遇到那些你不认同的人，但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你把你该做的好好的做好，只要你有能力，只要你好好的做，你一定会找到你大片天的。所以我现在都觉得，如果我哪一天撞见那个人，我一定会过去跟他握手，谢谢你啊，谢谢你。对你们这群朋友啊，来讲一下我们刚刚讲说友谊的重要性。我发现你们几乎每一个人在挫折的时候都会彼此鼓励，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你跟华冈底下的这群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们有些人比如说他有时候是会特别红，有时候会特别遇到大困难，你们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嫉妒，大多数时刻都是互相扶持。我注意到这件事情，这样，我特别记得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是以前 TVBS 的董事长，叫邱福生。我们台湾有一个喜欢常常乱讲别人的一个电视上喜欢乱讲别人话的人，那他的乱讲话呢，已经到了天南地北，什么都有。有一次他骂你们的好朋友叫黑人，他就骂黑人，因为黑人都在荣总的儿童癌症的病房做一个叫 Love Life 的活动，然后就卖 T-shirt， 然后这个 T-shirt 呢就卖一些钱，然后这个钱的收入就要帮助这个 Love Life。 那其实你用脚底想知道，他的老婆叫范范，他自己呢也有很多代言机会，那一个 T-shirt 能卖多少钱？他需要用卖 T-shirt 的钱来盈利他自己嘛 ，OK。 然后呢，这个人呢就在电视上，我们台湾其实现在是有一些上电视然后妄加议论，然后脸皮也相当厚，商人都没有什么感觉的人，他就攻击这个 Love Life 这件事情。那邱福生就跟我说，他一看这个女人，他就说他完了，因为他不知道黑人有一个大团队，这个团队就是哎呀小 S 大 S 一大批人，他们是一群全台湾邱福生的形容啊，他说你们是从来没有看过一群小朋友然后一起在演艺界出道，他跟以前我们所看到的像崔台新他们那辈的艺人，每一个人都彼此互动，彼此看不顺眼，然后就给彼此一个小动作，他说他完全不同，他就完全看到演艺界的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气氛，就是你们这群人就是无比的团结，谁得罪了我们的兄弟就全部轰回去，这样子啊。为什么就应该要这样啊？因为团结力量大。然后我真的就是，如果大家知道文倩你讲的是谁，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说，那位女士呢，她真的讲的很多东西，真的是很，我真的是，哎，要不然我现在有修养，要不然我真的很想要，就我会觉得怎么会可以离谱到这样，而且我觉得，哎，就是你们长大千万不要做那种人。我觉得朋友之间其实最难得的是一种对对方的一种祝福，就是听起来好像是理所当然，但如果你去检视一下，扪心自问，当你看到你的朋友很好的时候，你心里头会不会有一点盘算？当你看到你朋友不好的时候，当然看到不好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去升起那种怜悯之心。但是呢，朋友之间要完全没有比较，然后完全的是充满了祝福，我觉得这也是要靠修养。然后我就发觉很奇怪，因为我18岁出道，大家都知道我是大小 S 的好朋友，可是你们相信吗？最常被拿来比较的就是我跟大小 S， 甚至有时候连我妈都会说，哎，你看人家大小 S， 当然现在不会了，但是小时候那时候就是，哎，你看大小 S 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自己哦，就有一段反思，
我就是想说，这世界上人这么多，这一行人这么多，为什么人就喜欢把那个好朋友拿起来比较？其实好朋友之间应该是要互相支持，不是应该要互相比较的。那就是因为有一段这样的反思，我相信我们朋友们，因为大家也都是臭味相投嘛，就是磁场近的人才会在一起，也都是有一样的想法，就是就比较最后又怎么样呢？比较最后会对你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帮助呢？然后看到别人比较好，然后就代表自己的，就别人不好，难道就代表自己会比较好吗？真的不是这样。其实别人好，你自己也可以很好；别人不好，你自己也可以很好，而且你的很好甚至可以帮到那些不好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比较有意义吧。因为以前也有人跟我讲过，就是说当你有批判心的时候，就像一个房间堆满了东西，因为你一直在看外头说他这样说好，他那样不好，你看他这个怎么样，他那个怎么样，那你这个心就变得非常的狭隘，你根本没有空间去容纳自己想要容纳的东西。那你看你走进一个房间，要是全部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你走路都困步，就是寸步难行的时候，你会觉得舒服吗？所以呢，我觉得朋友就是应该你能够帮的时候就帮，可是那是在你能够帮的时候，就是我那100块钱的故事。然后呢，你能够在内心对对方升起一个很大的祝福的时候，你的朋友一定也会感受得到。如果朋友变了，如果朋友真的变的话，会伤心吗？会伤心，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朋友变了，那是他的损失，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好的朋友。阿雅跟大家的年龄比起我们过去来比还是比较接近的了哈。你们在场有什么同学？我跟你讲，大的同学你们都很害羞，就是私下时候都有很多话讲。那我看到好几个人都很怯把头给抬起来，在看着阿雅这样。有没有什么话想问问阿雅，或者想跟他聊天的？有没有人？我们时间很宝贵哦，5点钟大家下课了，有没有人呢？我先点前面的卡卡，先问问。好吧，如果问问题的同学，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合照一张，这样好吗？来，卡卡先问。不然我觉得好远哦，看什么好远？我希望可以近看你。来，卡卡先问你。合照不够的话，那就热吻一下，好不好？来，卡卡先问。好，卡卡。开了开了。哎，卡卡是个快乐的人。嗯，来。还没想好哎，那先来热吻一下吧。你讲一下你的感想，不一定要问问题啊。今天这样子聊一聊，你觉得有收获吗？有哎，还是有。你的收获是什么？我先讲说，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是其实印象还是停留在那个红豆那个，你知道吗？太红豆的那个印象。然后我就刚刚其实一看到你，我就有跟那个 BP 讲说，我觉得哎呀，好像感觉这个就是不一样。就只是说我变漂亮了，有变，对对对，有变，我懂。对对对对我说完了。还没想到问题，我可以讲讲。来，我们下一个同学。对，问同学有问题的，把握机会哦。不会吧？来这边，这边有位。这位同学非常好。Great。因为他怕被你又叠上台来泡茶。那如果被朋友伤害，然后心里很过不去的时候，要怎么才能排解掉？所以你可以大概说一下是怎么样的一种伤害，不要讲故事的 detail， 但是比如说是借钱给他，答应你要还不还，还是他抢你男朋友，还是哪一类型的，就是哪一方面？就是在背后，然后对你的师长说你的一大堆坏话，直接攻击你的朋友圈的。然后你是觉得他是你很好的朋友，是不是？对对。
我觉得呢，如果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定会很真诚的跟他聊一次，因为你没有跟他聊，你也是在听别人讲，有的时候真的是三人成虎。那你好好的跟他聊一次，然后你要告诉他你的感受，就是你有跟他聊过了吗？他有写道歉信给我。他有写道歉信给你，所以代表那些事是真的吗？我觉得我还是会给他一个机会，但是我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接近他，因为你知道吗？我以前就跟你一样，我以前真的是只要认识人哦，第一二天我就给他我的一切了。但是后来发觉我这个一切其实很珍贵的呀，我不能随便就给我还不认识的人，所以其实朋友是需要花一段时间观察的。然后我记得我一个长辈跟我说，他说有一些朋友啊，你就真的只需要偶尔跟他吃个饭就好了，你不需要那么多花那么多时间在他身上。所以呢，首先你要确立自己是一个好的朋友，所以你要知道如果那个人他没办法这么近距离跟你做好朋友是他的损失。然后再来呢，你也不用一下子就完全不理他，你可以很偶尔的跟他吃吃饭什么，可是不用跟他讲你心里的秘密或干嘛。那如果他又在做同样的事情，你就不要再给他机会了。所以这样有帮助到你吗？有。而且你要知道，如果就听了那个人去散布的那些谣言，而信了那个你的朋友所说的那些你的坏话的话，那些朋友也不是你的朋友啊。因为如果他真的知道你，就像我记得有一次小孩子听到一个非常夸张关于我的事，他就直接打给我，他说：“哎呀，这真的不是你吧？就是这怎么这就听了就是不像你。”我就跟他说：“我说这真的不是我说的呀。”他说：“我也是这样想。”然后就没事了，你知道吗？如果真的是你的好朋友，他不会去听别人在那边讲你有的没的，他甚至会跳出来保护你。所以，也许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让你知道谁是真正适合做你朋友的人。谢谢。好。不太相同的角度，我觉得一个跟你很靠近的朋友，如果他在你的后面说你的话坏话，那叫做现象。现象，现象，它只是一个现象。那你可能可以侧面的去了解，也可以正面的跟他谈。有的时候是他自己人生有些东西，他想渴望得到。他没有得到，而你有，所以你的朋友可能是一个在受苦的人，他自己很 suffering。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他的家庭，都有他的爱情的失落，然后嫉妒是人很大的本性。越靠近的朋友，我告诉你，我们家里头，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那个教我什么叫人性。我后来养狗也是养一堆狗，人跟狗都一样。只要一堆就互相吃醋，然后呢，那个嫉妒是完全不可控制的一种本性。那你看我的狗嫉妒成那样，你们觉得每个都很可爱，干嘛你朋友嫉妒你就觉得他很过分 ？OK， 这是我的不一样的观点。永远理解，嫉妒是人的本性。那这个嫉妒来自于什么呢？好，我讲狗你们就会很懂，讲人你就会觉得很困惑。我家有一只狗叫做馒头。他最近瞎掉，那以前他可以容忍我们养一只很大只的无袋牧羊犬的流浪狗，他跟他是还可以容忍的，可是他基本上觉得你抢了我的保镖的位置，而且我老是被前面的几个哥哥姐姐欺负，所以我也要对你表示点权威。可是当他瞎掉的时候，那只那么大的狗会撞到他，他会很没有安全感。他眼前一片黑的时候，听到轰轰轰轰冲来冲去的声音，他就会很害怕。所以他对于他出现在他的方圆几百里就凶得不得了。所以因为他瞎了，所以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就特别的激烈。那我们家最地位最宠的是一只狗，是西施犬，叫南禅寺。然后呢，他就是生性就是嫉妒到像疯子一样，他呢动不动就两个眼睛呢就往前面一挤。就我们这样踏他，就表示他准备要去攻击狗，所以看他眼神就知道他要攻击谁。这样，他变态到你
看我讲的都不觉得我在骂人，你们家狗觉得很可爱，我看狗跟人心一模一样。以前我们台中的家里头有七八个阿姨，这些阿姨呢在家里头天天彼此讲坏话，我跟大姐跟三姐三姨四姨在一起讲我妈妈坏话，我妈妈跟另外一个三姨在一起讲大姨坏话，这就是他们的人性。然后只要外面有人来吵架，全家就一起拿扫把去跟那个人打架，就很团结。但我小时候就活在这些阿姨的生活圈子里头，就看他们家东西都要干什么的，然后就看到外面有任何人欺负人，就全家的头都去跟他吵架，这样吧。然后后来再看我们家的小狗，我们家地位最尊崇是一只西施犬。他当时来的时候是我们俩有两只老狗在那里，都快要走掉，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小 baby 来。然后他一来的时候，他好渴望爱，结果他什么都没给，让两个老的快要走的狗。然后呢，两个快走，有一只狗呢又凶恶的不得了，动不动就咬他。然后我们都不会骂那只老狗，然后就顶多是安慰那只小狗。所以他从小就在一个不公平的对待里头，他是变态嘛，然后每天都在坐车出去玩呐、啊。然后呢，我们家里来了一个，后来来了一只博美犬，他从小就有点残废，其实是耳朵不平衡，然后大家就常常抱着他。那我们来了一个佣人，他是很年轻的佣人，他自己就觉得很想他的小孩，所以就把这只狗当小孩，每天就抱着，然后歌声唱得很好听，就唱，他越听越气，越听越气，所以任何时刻他只要回家，第一件事情第一秒钟就冲去咬那只狗。那他就显示就是心理变态，他是一个人你可以接受吗？他是个狗你会觉得他很可爱，是不是这样？然后后来呢，南投因为长得很可爱，受人欢迎，来了我们家以后呢，我带着这只西施犬从车上下来跟我一起进门，然后那个馒头就很可爱的看着我，因为他就很喜欢我，就在钢琴底下对着我摇尾巴，我一看到他看到那么可爱的我，我就说馒头呢，我是有一点小偏心，小偏心不是在这只狗跟那只馒头，是在后来来的狗里面，他就知道他分清楚我比较偏心那只狗，不是针对他，是在后来来的那群人那群狗里面。所以他就在他那个当时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就用那种重力加速度的就冲去，然后馒头就啪啪耳朵被他咬两个洞。好，我讲完我的狗的故事，你觉得很可爱很好笑的，人跟狗一样。所以你的朋友他很可能觉得你身上有一些东西是他没有，而第二个很可能你不自觉你有些事情伤到了他，所以他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维持他自己跟你的友谊。所以有的时候你用一种同理心跟一种宽容啊，去看身边的人，因为太少人是完美的。然后他还给你写道歉信，懂我意思吗？这世界太多人自我感觉良好了，我们从总统到身边的朋友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占多数了哈。啊，所以这块让我们坐在总统坐在别人不信的也来，懂我意思吗？总统要排到那个位置的人都要有很多反思啊，都这么自我感觉良好，一代接一代，你的朋友不过是跟总统有相同的毛病，然后呢就喜欢讲别人不好，然后喜欢逗逗别人，然后某个程度他还发现错误还会跟你道歉。你有看我们总统跟他的政府道歉吗？没有嘛，对不对哈？所以你的朋友人品比总统好，所以我告诉你们不必伤心，那就是人性。那如果你有点难过，就告诉自己说我不要犯相同的错，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你觉得呢？不过你也千万不要想要当救世主，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哎，他怎么会这样？他是不是自己心里很难过？你会想要改变他，不要想说改变他。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总结起来，应该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方向。现在是可以去上我们世界周报阅读，看看长子长什么样子，就很快会原谅你朋友的。好，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吗？最后一个问题，来这边一位，然后我们最后的问题就结束了，谢谢。阿雅你好，因为我的年纪可能跟在场的小朋友不太一样，所以我对你的感受就是你这个看你成长的感受特别深，然后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你变成了一个你在你开场的时候说你以前很欣赏的有深度的那个有智慧的女性这样。没有没有，我还在学习，谢谢啊。那我想问说，因为你有说你现在快乐指数很高，那有没有就是
你在你这个人生中，你觉得你什么功课还没做好的，然后你希望在更以后的未来，你可以更是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到什么样的境界这样子。我觉得我很多功课都还没做好，但是人生就是因为可以不断的学习，所以很有趣。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长辈，就是丁乃竺赖声川老师的太太，我觉得她好漂亮哦。然后她以前就跟我讲过，她说你要想想你自己5年后要变成什么样子，你从今天开始就要，因为你想要你变成，有时候我们想得很快，就像我小时候呢，每次开学我买了新的铅笔盒，然后就觉得哇，我这学习功课一定会很好，可是可能根本不是。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想得很快，但是你要从实际的这种铺垫，慢慢要走到你所想的。那功课啊，其实我功课跟大家都一样啊，也不外乎就是工作，还有我的梦想，然后朋友，还希望可以更多的爱可以给他们，然后家人也是。那我想要变成什么样的呀？我希望可以越来越简单吧，我希望可以活得越来越简单，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要做减法比做加法要难，所以希望自己5年之后、10年之后的自己想的可以更少，然后感觉可以更轻松。这也是一个反馈的，阿雅说人应该要开始减法这件事情呢，我等到我50岁8回胖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件事了。然后呢，我今年快要过生日的时候，每次都有人帮我过很多个 party， 然后叫我许愿。我的答案是什么？我的人生对我个人已经没有愿望，因为我活超过我外公的年龄。那我外公呢，57岁的时候往生，他当时因为2.8的原因走了。那我对于2.8有我个人不同的诠释，有对时代的了解，也有对某些东西的宽恕。然后我活超过他的年龄，我爱他跟纪念他的方法就是，当我活超过他的年龄的时候，我就认为我的人生都是多出来的。如果我可以做什么，我生留下来的生命还可以付出什么，那我觉得那就是我活着的价值。所以我对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愿望。然后所以呢，哎呀，他现在的年龄是我刚刚从美国回到台湾，很多人认识我的年龄加1点点。那个时候的我们还活在一个跟很多人冲撞的年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把自己的人生功课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做得很好的人。可能其中有一个答案，因为他一刚开始是被社会认为该被放弃的人，所以他已经先找到了自己。不像我们很多人或是一般的人，你只要是这个社会认为你可以变成 somebody 的人，你是功课很好，你是怎样怎样的人，其实你不会去寻找自己。所以他刚才讲很多事情，他的德跟他的失其实本身会得到是因为他有些失去，然后接着他历经了很大的风暴，人人都觉得他搞西南派的，恭喜你啊，也算个荣耀吧 ，OK 了。然后呢，他是个很保守的人，所以这是很大的冲撞。然后他很可能也被他的经纪人，我可以了解，那时候唱片公司所有的人，大多数的时刻不是做他的精神支持，而是告诉他说你可能会被毁掉，而且他很会意识到这个现实感一波一波逼过来这样。那那个年代我很了解这个状况，可是他熬过来，熬过来以后的他，就变成很。所以如果再一次把这个话送给各位，我不是诅咒你们啊，但是如果你现在有机会痛，请把它当成人生的履历，因为它叫做你的成年，然后你就会长得比别人好，长得比别人快。我觉得我好像痛的年龄晚了一点痛的年龄晚都可以变这样痛晚了一点点，然后非常钦佩阿雅，也祝福她，祝福她满满的爱，那也把她满满的爱送给所有的同学们。谢谢各位，谢谢阿雅。